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我们看见在旧约也好，在新约也好，甚至我们讲的大自然定律都好，在神所定的律面前，所有干犯祂的话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不值一文，你的生命就只不过在神的面前猪狗不如。一个犯了神所定的律例典章的人，神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他，所以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看自己。那我们会导致自己知道真真正正人生设计出来是为了什么，那我们就会行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，就算攻击我们的人都是的，他们会羡慕我们教会拥有的神的恩膏啊，拥有委身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行到真理啊，但他又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是因为听这样的道，按着这样的真正的态度，使到能够行到真理嘛。或者他们会羡慕甚至神给我们的带领的，但是这些带领神不是说去赐予给那些妒忌得最多的人的嘛。你见的现象典型就是这些人呢，他们在信仰上根本已经一早已经抹去了最基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就是原来我们人生当中要对这些的律例典章，对于神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，那你就会见到其实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呢，相对和这个生命与生俱来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要求和责任呢，是其实要我们非常之认真和非常之小心的去度过我们人生。很可惜的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活得长命的人，他们对于自然定律很敬畏，他们懂得怎样顾惜的身体啊，怎样保养的身体啊，怎样不要使到自己意外频生啊，甚至去旅行他们都很小心他们的交通安全啊，是不是在人生当中是所有这些自然定律当中无论吃东西啊，饮东西啊，慢慢懂得照自己，等自己可以长命百岁。但问题就是说，同样是创造这个自然定律的神，他创造很多属灵的定律，所有人去干犯这些属灵定律的话，他都一样没办法有永生的，他一样去永恒的生命当中，他自己 会完全将他消灭了的。我所讲的这些概念岂不是一直都在圣经当中，神藉着自然定律去提醒我们属灵定律都一样。你觉得自然定律有没有可以改口的呢？没得可以改口。自然定律有没有偏待人的呢？没有偏待人。如我所说，你几出名啊，走去跳楼的话都一样，就算银行家都要死，是吧？但同样属灵定律在圣经里面讲，何尝神会偏待人呢？属灵定律里面的原则，所讲的标准，所讲的惩罚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既然我们有一生，而我们亦希望我们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认识这个神，而离开世界之后可以上天堂的话，那这本圣经所讲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。而我的责任就将这些的原则去讲给你听，而将里面的精义去讲给你听，而导致你能够去遵行，去能够在人生当中不单止遵行，并且是不断长进。但是那些被自己的惰性去胜过的人，他以为自欺欺人是可以能够过到骨，是过不到骨的，根本是过不到骨。最重要不是有多少宗派领袖是说这本圣经不算数，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神讲话什么才是算数。所以有些人在这条路当中跑下跑下，他的惰性到最后都骗了他自己。但我们要记住，就是无论我们多少岁，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跑了多少年，这个圣经都是不变，神的准则律例典章都是不变。在神的律例典章面前我们遵行的话，神的面前的价值是很高。但如果我们不遵行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价值呢，就只是好像昆虫一样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七年大灾难当中有这么多人是被神审判的，因为到时被提晒之后呢，在地上是只是一班不遵行神律例典章的人，或者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留在这个地上呢，面对这个的审判。而事实上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去分析的。其实很多人都去将呢我们所讲的律例典章呢分旧约新约，他说又说你讲这些这么严的是旧约，但是地心吸力有没有分旧约新约呢？其实是没有的。而
原因就是那些人呢根本连神的名字自有永有，昔在今在永在这个名字他都根本是不相信，他都根本都还没搞得清楚。他们直接将新约的强解呢就是直接是、新约来到是导致我们不遵行旧约，但不是的，主耶稣基督是成全了旧约嘛，是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神所定的律法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没办法胜过我们自己的罪，但新约来到是让我们有能力有圣灵让我们胜过的罪。如果不是神让新约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应该是个色情狂啦、啊、周围犯奸淫啦、周围借钱偷钱啦，然后告诉你听啊，恩典时期、啊、所以恩典恩典大家都是照着我这个榜样，主耶稣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榜样呢？定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榜样是胜过罪，守全世旧约的律法，然后说他做的我们都要做呢？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新约呢？定是我们好像那班无赖那样，总之你、新约嘛，所以你够无耻就可以了，你够无耻又懂得抵赖，那你就上到天堂了，那明白吗？即当然他们不是用这些字眼，但是我所否释的岂不是他们就是今天讲的这样概念？他们所讲的这些所谓奸淫掳掠、啊、偷呃拐骗的信仰、啊、是新约哪一章哪一节讲话我们现在进入新约可以这样做呢、啊、同性恋又得，犯奸淫又得，全部都得的了。但究竟是他讲这些 OK 就算是成立，那究竟新约是以哪个做榜样，是我们去学习这件事呢？即是新约哪一个是由同性恋又犯奸淫都能够上到天堂的榜样？麻烦讲给我听在哪里。 OK 没有的，其实是没有的，反而新约充满是鄙视这些人。你要看到哥林多前后书是讲这些人怎样赶出教会。主耶稣基督来不是废掉律法嘛，主耶稣来是成全律法嘛，就是以前有律法但是人是很难去守得到，主耶稣基督来到是示范给你看，拥有圣灵之后他守得到。 OK 他行全了律法，然后他赐下圣灵让教会能够守得到能够行得到嘛。如果不是新约教会，阿拿尼亚撒非拉就不用死了，他只是欺哄圣灵嘛，他又不是同性恋又不是婚外情又不是犯奸淫，是不是？你记住阿拿尼亚撒非拉死的时候不是旧约，是新约的时代来的，他们犯的罪连旧约都没有提过的这种罪，你知不知道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存着敬畏到圣殿内，甘心唱赞你爱篇，心抛弃世界挂牵，诚实敬拜你，我心愿望，我瞻仰寻求你面，天天也与你相见。全能神荣光现彰显，来虔诚崇拜于圣殿，高举我双手，诉说神恩典，看见神荣光照遍。